今次嚟到荃灣行街，就見到千色匯樓下開咗呢一間新嘅食店。咁呢一間食店咧，門口咧已經有一個蛋糕櫃。咁場內嘅裝修咧都好寬敞同埋光猛。台嘅旁邊有個櫃桶，放滿咗餐具同埋紙巾。食物嘅種類亦都唔算好多，以輕食為主。值得留意嘅係下午茶一至日都有提供。呢一個冰磚咖啡咧係下午茶餐加15元所配嘅特飲嚟嘅。冰磚係以齋啡雪凍形成嘅。咁配埋齋啡啦，仲有鮮奶同埋糖漿。另外一杯下午茶所配嘅飲品就係熱嘅即磨咖啡，冇乜特別。呢一個下午茶係黑松露芝士椰菌吐司盒，裏面有好多嘅椰菌啦，仲有一啲芝士，非常 creamy。另外一款嘅下午茶咧，我哋嗌咗沙爹牛肉公仔麵，但係個醬汁咧比較似沙茶醬，所以就冇拍到啦。咁呢一個咧就係另外嗌嘅小食黑松露薯條，都幾香脆嘅。黑松露咧，亦都有淡淡嘅香味。咁呢一个咧就系我食后感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